Yo， 我是山学阳。这次这个台湾之旅对他来讲是第一次，他第一次来台湾，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来台湾。然后基本上这个台湾的 trip 都是他一手 plan 出来的。我一样是那个傻傻跟着走，然后一面记不到地方名字的人。我们到了台湾的第一天已经是晚上很迟了，所以肚子饿的我们就去 Seven 买了一点食物，然后就回民宿吃。吃饱饱睡好好了过后，第二天我们就去一间教堂，忘记叫什么名了。五六七八，大家好，你不用讲出来。这里基本上就是在模仿我在马六甲 vlog 里面对嘴的那一 part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善。基本上就是我嘴巴在动，但是出来的声音是他的。大家好，你说大家好还是嗨？不是嗨，大家好，你是讲讲。你要讲跟你啊，我都依你。五六七八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不要讲出来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善的女朋友。很难讲啊。OK， 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个景点——东海大学教堂。B roll boom。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在正门口拍的，不过发现到正门口太多人在那里拍了，所以应该很多照片都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我们就try堵在旁边拍，这个角度刚好看到那个十字架。OK， 基本上我们没有拍很多照片啦，因为呢我们家配友他讲我们拍照的政策要改一下，因为我们每次都 spam 太多了，因为我们是一个角度一个姿势，然后就很多次，然后回去就一直选，然后就几百张，可是就全部是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这次要换，就是每拍一张，然后就要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姿势，或者换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多选择，然后照片也不很多，也不选得很辛苦。基本上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做多一点功夫，换多一点角度，做多一点功，然后事后就不用找照片找得这样辛苦啦。不过讲真的，我没有很满意我们该拍的照片。不懂就没有很满意哦。不过有几次也是没有觉得很满意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也是 edit 到了，也是不错看的，因为都是在拍你嘛。是。所以下一个我们会去高美湿地拍日落哦。希望日落哦，然后我们拍到了。拍到，拍到，一定拍到。我现在在逢甲夜市的酒店，然后呢我女朋友现在去找她朋友，所以现在剩我一个人，所以我一个人我要单纯的去夜市逛逛，对，逢甲夜市，然后去拍拍照片 Go。
是不是觉得停掉有点突然？对，其实因为我那天我就在录影了，我竟然忘记拍照了，然后再加上我没有做 ending， 所以就在这里补一个 ending 啊，拜。